们四个人点的完全都是不同料。哎，但是可不可以有个请求，稍微等我一下，一起开动好吗？哎，你是主持人哎，当然你讲啊。啊，你是在当游客？对，你怎么知道？啊，你哎。你们好，你要加吗？我跟你讲，不，那么我们现在四个人的冰不一样，不一样。看看这个，还有姐姐这个是怎样？加仙草哎，上面有一块仙草，对不对？哦，好乖哦。来来来，这样你不会下来的啦。要这样子，有没有？手压一下，哦，有没有？哦，还是不会下来。我吧，不会。太汤匙。对。哦，对。哦，水。然后奶精。好乖哦。上去，淋上去，哇！哎呦，它这个冰呢，也是熬仙草汁下去结冻，对，化成冰的。哇！哇，它仙草味很浓啊。嗯，哦，你看这个表情，怎么没有人找你广告？太可惜了，这个表情。啊，好好吃哦！它怎么会那么黏呢？不是，一黏。味道，而且它直接棉融化在你的舌尖哦，然后味道直冲你的鼻里，哎呦，鼻子哦，你就会觉得满满的香草，不是香草啦，仙草味。我的这也是它的重点，我想现在这个是应该风炉草，第一个风炉草澎湖才有，第二风炉草冰大概只有这里才有。哦。有一点点像青草茶的味道，但又没有青草茶那么浓，有一点，对不对？淡淡的清香，它的那个凉是说在你嘴巴里面像有点类似薄荷那种凉，有一点点微微的，就像青草茶一样啊，对不对？青草茶喝的时候也是有一点那种微微的薄荷味，好吃哦，好好吃。K K，你的好吃吗？你已经吃到三分之一了 ，K 已经快吃完了吗 ？K 好不好吃？很好吃哦。老板娘运用澎湖的特产风炉草制作成独一无二的风炉冰，据说吃完以后能够降火气，让你从头到尾透心凉。大家要坚守错冰魂，因为好吃的冰是不分季节的，就算穿着外套也要继续吃。接着我就要带着我的宝贝们来到摩洛哥城堡，体验一下当王子跟公主的感觉。这位Hello， 哦，是是是，来，欢迎。我们从外观的建筑，刚呢，你们就说，哦，这个颜色怎么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外面是有点橘色调，对，里面是红色系耶，红色系的哈。哇，包括那些门帘都好漂亮。应该很多人来这边第一句话就哦，热情如火，哈，真的，是不是啊？很多人来到我们这边，非常的惊艳，有如置身在国外，摩洛哥异国风情。其实不管是色调，还有它的一些摆饰，很多东西全部都是摩洛哥画，摩洛哥画，看到没有？很漂亮，看到没有？哇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你们自己做的对不对？当然，缩小版，缩小版啊，好可爱哦！哦，想要吗？可爱的，想要啊！想要，办不到，没办法。我就知道爸爸要说什么。哦，这个不错。哎，还有酒啊？有。所以晚上如果我们待会上去房间住宿，然后稍微的轻松一下，弄个红酒 OK。可以，是，当然。重点是要不要付钱吧？你这样说，感觉人家都不想付钱。不要这样，人家赚钱很辛苦，钱一定要付，一瓶50可以吗？老板，看在我们一家四口要节省旅费的情况下，你的红酒就便宜卖我啦。还是你想要房间一晚算我50，我也可以勉强接受。来到了这间摩洛哥风情的民宿，就像是要去到北非一样，鲜艳色彩、异国奢华的建筑，让人想不陶醉都难。来，哇，看一下，有没有？你们想要哪一张床？这不要，我想要这个。啊，那你们要分开睡哦。好浪漫哦！哎，等一下。天哪，太浪漫了。你们有那么开心吗？不用，床软不软？软，床很软。对，好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好，我知道，我到以后我会改进。来，出来，你看有没有？耶！好大的露台哦！这
个呢，等一下呢，爸爸呢可以把水放满，我们再泡澡啦、玩水啦、泼水啦，好不好？好大哦，超大的。除了房间内让人惊艳之外，户外的露台还有大大的浴池可以泡汤，这样的规格，这样的环境，比起真正去摩洛哥一趟还要正点，而且又不会花费太多的金钱和时间，过个台湾海峡就能够享受到同样的旅行质感。另外在这里我们还打听到了民宿里面有个法国媳妇，突然觉悟的亚兰竟然灵机一动，想要认真当个贤妻良母，学做法国菜。既然我们今天来到欧洲呢，当然一定要吃一些欧洲的食物，但是欧洲人到底吃什么？猫子，欧洲人到底都吃些什么？随便乱吃啊。什么叫什么？随便乱吃，什么都吃，什么都吃。像我们如果去美国，一般都是吃啊，比如说牛排啦、汉堡啦。那欧洲人有没有比较著名吃些什么东西？我们家老公他是法国人，法国人。Bonjour。那刚好我们现在在澎湖，对。然后今天的食材我们就搭跟海有关的东西。今天我们介绍的是蟹肉汉堡。第一步呢，我们先把蟹肉。抓个一把，洗干净了之后放进去。好 ，OK。马铃薯泥呢，就是把它直接丢到电锅里面蒸熟了，捣成泥就可以了。是的，不用加任何调味料。不用 ，OK。放进去，好。然后可能要请亚兰来帮忙。好，我帮你捣，要把它捣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对。好的。捣碎了，差不多快完成的时候，我们再放一些面包粉。面包粉。好，那接下来把它拿出来，大家就是很 rough， 把它弄成一团，好，切，好大一坨，是的，哦，要把它切，对，这样子我们切对半，对，哦，然后变成一小球了之后呢，对，稍微再把它压扁，对，就很像我们在做汉堡排那样子的方法，对，就像汉堡肉一样，只是我们把肉变成了马铃薯泥以及蟹肉，是的，这两个好媳妇儿用制作汉堡肉的方式，将蟹肉与马铃薯做成肉饼，看得我是口水直流。听说接下来是亚兰自己亲手制作的欧洲版正统沙沙酱。汉堡做好以后呢，猫子说沙沙酱是味道的主要来源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直接把番茄剁成泥，就可以做沙沙酱。你那个是台式做法。台式做法？对。所以欧式不一样。不一样哦。怎么做？大家。番茄要放在没有锅子啊，你要用锅子啊。现在在烤番茄，烤番茄，对，好，直接放在火上的。这个就是陆地上里面体型最大的螃蟹，这个在台湾曾经截断过人家小孩子的手指头。好，哦，哎，到很高的，哎，看起来很好啊。哎呦，你敢哦？好大胆嘞！我都还不太敢嘞。对，可以，你真的不怕吗？真的不怕，真的不怕哎。你有什么话想对爸爸说的吗？